狮子座满月带来个人才华的展示，渴望奢华的生活，但伴侣则可能认为婚姻需要有空间及平凡的生活，家庭有矛盾，工作和谐稳定。狮子座满月触发爱情、婚姻、合作及事业等的危机，需要协调内在需求及外在追求，也需要调整自我的态度及顾及对方的感受，同时也可能不得不再一次去面对一些过去的伤痛。金星进入摩羯座，架构、限制、专业度以及严谨并有计划变得更加美丽或有价值，但对细节的要求则可能更加严格。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